老伯伯好。嗯。老伯伯好，讲吧。你属什么的，老伯伯？我都讲得挺好的。讲广东话。是。哎，找个讲广东话的人翻译一下。讲普通话可以。啊，普通话。老伯伯，你说你属什么的？几几年？我是1935年属猪的。啊，1935年属猪的。嗯。好，看到。老伯伯，你说你想看什么？我想看健康的问题吧。啊，老伯伯，我讲给你听好吧？你，我从上面看下来，第一，你的眼睛不好。嗯。晚上睡觉睡得不好。嗯。是。颈椎不好。老伯伯，我告诉你，你还有个问题，你的心脏有问题。心脏。哎。记住，还有喉咙干咳嗽。嗯，是。老伯伯，我告诉你，你的喉咙里曾经长过东西。嗯。曾经长过一个东西，你听得懂吗？听懂，听懂。啊。腰也不好。腰也不好。嗯，老伯伯，你要记住，你的肝也有问题，肝。肝。你浑身无力啊，你现在没有力气啊。嗯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哦，肠胃。嗯。老伯伯，我看见你肚子上有刀疤。肚子上有刀疤。啊，你动过手术没有？动过。大家看见了吗？大家看见了吗？什么都看得见的。老伯伯，你记住了，你是一个大好人，人很好。但是呢，老伯伯，你有点怀才不遇。年轻的时候，虽然你有一些位置，但是实际上你可以更高。你这个人就是太老实，专门被人家欺负。你要多念心经，开智慧。不是说人傻傻的就能修好，要有智慧。老伯伯听得懂吗？听懂了。我劝你每天要走路20分钟。嗯，好。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血凝度太高。嗯，是。大家听到没有？老伯伯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说你血凝度太高，医生肯定是这么讲的。化验出来，他们要化验出来才告诉你的。我直接就看得出你血凝度高。明白了吗？明白明白。还有老伯伯，你还有个鼻子，你过去有鼻炎。对。老伯伯，你还有什么事情要问我吗？可以了。你有一个放不下的心事，是你的孩子。对。我连这个都看得出来的，你必须要放下。老伯伯，这个是你前世欠他的，你要多给他念经。好吗？多给他念经。老伯伯，我想问你一句话，你的老太太还在吗？老太太不在了。走掉了是不是？是。我为什么要这么讲？你不要多想她。嗯。你要是多想她的话，她会把你带走的。嗯。明白了吗？嗯。如果你现在好好的跟着台长学佛，你多活一点时间。你各方面还会开心起来，好吧？人走了就走了，不要多想，因为人鬼是不能相恋的，所以人鬼恋那是不成功的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所以你要把它忘记，然后有你自己的生活，开心一点。你自己想一想，经常想，你说我对不起老太太啊，我对不起我老婆啊，不要去想了。过去就过去了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啊，其实我可以讲到你很多过去，我看到你很多过去的事情，哎，你也是很多人喜欢的，听得懂吗？听懂了，听懂了。你不要以为老好人呐，老好人也有人喜欢的，明白了吗？明白明白。好了，没关系，老伯伯，你要泡脚、走路、念大悲咒，还要念往生咒。坚持走路，把这个饭后百步啊，要经常吃素。经常吃素。我觉得你能吃长素吧最好。
嗯，你能吃长素不啦？适当是。试试看好不啦？啊，好吧。哦。哦，老伯伯会对你眼睛好。你这个人就是不喜欢吃绿叶素，所以你的眼睛血液循环，眼底，我刚刚看你眼底膜都是破的，所以你眼睛看出去东西都是散的。嗯，对不对呀、啊？对对对。对对对。是。好了，好好念经，听台长的话，好吧？哦。啊，这老人家真的是好人。好了。嗯，好。谢谢。啊，谢谢大家。